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今天的一个大盘呢、有两项这个所谓大家值得注意的哈。第一个就是成交量，成交量今天是放大到5200亿啊。那第二个你要去注意什么？上下的振幅啊，现在开始啊扩大了，振幅扩大，成交量开始增加。那这个地方其实啊个股表现。这个意图上面其实是很明显的、那这个大盘来你自己看一下，现在有没有出现空方讯号？看起来是没有嘛，底部起涨对不对？跳空延续多头走势再跳空，新春开红盘再跳空，好，那有没有直接掉下去？也没有嘛。但是现在的话你要去注意到这三天从3月15到昨天为止，融资啊增加了多少？增加了87亿哈，所以说未来的话，你要去注意到，不要用融资去操作，不要去用融资去操作哈，当然有人从16000点啊，一路被嘎到20000点，这个叫做螳臂挡车啊，自不量力，自不量力，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？现在还大言不惭的。还跟你讲说他是20000点放空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看节目啦，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真不了了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今天要讲讲几档股票哈。如果说你手中刚刚好有的话，那你要不要来找我？你自己做决定。老师在台面上面解这些股票，给你参考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档股票，来四星 KY。当时候很多人跟你讲，在这个地方会直接上去，因为大多头。你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先停利，那这个地方价差非常大。好，那这个股票你来找我，我来想办法。哎 ，N31 也是一样，2000块钱的 N31 大家都喊好啊，好棒啊，你没有稍微的卖一下。这边有个跳空，有没有？就直接下来了。这是第二档股票。第三档股票台光电，这两根对不对？往下直接灌下来，你应该跑不掉，因为你对它是很有感情的，跑不掉。好，结果台光电直接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最可恶的是哪一档股票？来，这一档啊，威盛啊。记得不记得有哪一位分析师喊过威盛？最少有10位。现在他们绝口不谈，他们把它忘记了，忘记了。他们带着会员去做也好，自己手中也好，也有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档股票，来，哎，杨志啊，今天拉涨停板啊，这边叫做业绩公布不好啊。连续怎么样跳空啊，往下跳啊，跳水啊，这些股票、都是目前为止你在高档区没有卖，然后呢就是一路的下跌那手中有这些股票该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你今天现在可以马上扫描 QR code 完成登记就可以了，你在 LINE 里面你把你的股票跟我讲，直接找严老师，直接找本人我，跟我讲，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，老师等一下回办公室，一定会回电给你哈。那今天你做持股分析啊，我有个大礼物要送给你哈。很多人想要严老师这个开盘八法啊，多空阴阳线，还有史上最好的一个工具书哈，总共就1本、2本、3本嘛哈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就是。全线开放，好不好？今天你只要有扫描 QR code 的，第二个条件，你有把你套牢的股票跟我讲的，有留下姓名联络方式的，我们三本著作，你可以任选一本，好不好？任选一本，直接把它带回去，就那么简单，好，就那么简单。
啊，不要看这个行情啊，好像对不对？今天只有小跌72点啊，其实这个盘中啊震荡整理啊，超过265点啊，很多人股票、啊、没有涨，很多人股票、啊、还在跌，啊，很多人不知道说未来要买什么股票。好，我让你来看看我的操作，好不好？我昨天在节目里面，我告诉你什么？我卖出去的3017的旗宏嘛，我是赚10%，那个已经过去了，啊，已经过去了。再往前推，我跟你讲说，我卖掉达新材料嘛，我卖出去，我赚了3根涨停板，那个也过去了。我今天一样帮我的会员赚钱，好，那我拿出我的简讯跟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如果说你是严老师会员呐、啊，你看着简讯，自己去对一下，我们不会去说谎，啊，也不会去虚伪造假，我们只是想说证明自己的实力，在行情震荡整理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达新材料，一通简讯赚的3根涨停板，来，这是昨天 AI 的旗宏散热的最后一笔单，我们做到了获利10%。今天我们卖出去的另外一档 AI 的，对不对？散热的卖掉喽，啊，也是最后一笔单，也是获利的10%。很多人跟你讲啊，那股票有买有卖，你认为你们老师的股票是有买有卖吗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他为什么没有拿证据给你看？为什么没有？严老师有啊，昨天的、今天的啊，总共卖出去的2笔单啊，一笔单的话应该都有10%了啊。这一档卖10%，昨天、今天又卖一档10%，两天啊可以获利20%。好，获利20%的同时啊，我们把资金开始回收了嘛。我们下一档标股，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要看准了以后再出手。好，那这档股票我昨天跟你讲的开盘价36.9，能不能买？我今天为你做出个揭晓。来，阳城代号是3498，来，今天震荡比较剧烈了哈，但是你昨天买的底部买的，你现在应该还是赚钱啊。这档股票从底部开始起涨哦，已经出现连续哦2个往上的跳空缺口哦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今天啊量比较大，量比较大，这个地方稍微震荡一下哦，多头走势没有改变的话，未来还是有机会大涨。这档股票是谁的？我们普通会员的，我们普通会员的哈、哦。来，昨天跟你讲的1根涨停板，今天跟你讲的2根涨停板，啊，这边有打开啦，你要卖的话，你也可以先卖一趟，也没关系啦，好，记得拉回早买一点，啊，来简讯给你看，这是今天的简讯啊，普通会员的啊，就算他涨停板没有锁住啊，我一样拿我的简讯给你看，是不是？啊，它是连续啊跳空缺口啊，趋势是没有改变的，好不好？有拉回来，你还是要站在买方啊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我要卖的话，我也会通知你啊，这个叫诚信嘛，先讲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的会员哦，麻烦你要按照我们简讯操作哦，不是会员的啊，禁止操作啊，禁止操作。因为很多人喜欢呢、啊，看节目啊，就很有想法。我买的够低啊，我如果没有买的够低，对不对？我也赚不到钱啊，是不是？啊 ，PCB 的耀华，最早跟你讲是3月4号，二十二块就可以买啊。啊，这阵嘛拢对不对？拢起来嘛，啊，随便卖也赚钱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昨天的来，龙德造船，有人说老师这个最近不能买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最近哈股票都没涨，不会啊，这不会啊，这昨天亮灯涨停板啊，
今天呢，今天先卖一档嘛，好不好？可以卖吗？当然可以卖啊，卖了就赚钱了嘛。你没有买，你拿什么东西去卖啊？是不是？你拿什么东西去赚钱啊？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拉回对吧？哎，拉回怎么办？哎，答案只有一个啦，很简单啦、啊。你找对老师，对不对？找对点，你就赚钱了嘛。好、哦，再谈到这张股票，老师你卖了没？我先讲，我还没卖哦。哎，我还没有卖哦。我为什么我不卖？啊，我有想法，我有想法了哈、哦。来，认真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一档股票大户锁定才能够涨嘛，你认同吗？产业翻转，啊，这个叫产业翻转啊！我当时跟你讲，突破会狂喷嘛，连续两天都是涨停板嘛，创高以后今天小拉回嘛，要卖吗？我胆子够大，我买的够低啦。好，我如果说我今天卖掉，我也是大赚哦。我先讲哦，但是我舍不得卖。我认为有些股票啊、哦，真的买到不简单呐、啊，卖掉是很轻松啊。我怕、哦、我卖掉，对不对？买不回来啊。好的股票现在不多啊，会飙的股票现在也不多啊。好不容易我买到了，啊，我赚钱，我如果今天我卖掉，我当然是大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不卖嘛。我相信全国的投资人都可以帮严老师作证，我现在还不卖哦，我斩钉截铁的告诉你哦，我还没赚够啊，等我赚够以后我再卖，买低一点，买底部，啊，赚的才够多嘛，不用对，不用卖啊。我这三月七号就跟你讲不用卖啊，哎，要不要卖？不要卖啊，哎，十五号续报，啊，礼拜一续报，礼拜二续报，今天还在报、啊，今天下跌啊，我一样跟你讲啊，我有啊，啊，我有嘛，啊，今天跌4%啦，赶快大赚呐！为什么它创新高嘛？这种股票你还会赔钱吗？不会啦。哦，我都拿简讯给你看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发现台面上面很少的老师啊，拿那个简讯给你看。我现在这个简讯你都看着都不要看了哦。任何一通简讯虚伪造假，啊，负法律责任。这是上个礼拜五，3月15号。啊，这是礼拜一的。啊，这是礼拜二的。啊，都看得到哈，资料又送给你，是不是？啊，那现在当然投资人啊认为说这个行情不好做，好像挫折感比较重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老师必须要告诉你了啊，挫折啊，你在股票市场里面的挫折，往往是最佳的老师啊。你们都去找老师，对不对？挫折就是你的老师，你在挫折当中啊。你会有很多的一个领悟啊，不用别人告诉你啊，你自己想，你今天遇到挫折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啊，你会想一想，我为什么会失败嘛？我到底哪个环节我出了错嘛？对不对？人都会反省嘛。如果说在股票市场里面你不会反省啊，那你没有救，那你没有救啊！尼德科的操纵。这叫底喷的好不好？底喷的股票，我跟你讲哦，它一定要走形态整理。哎，这边不是买点，给你打个大叉叉。这边也不是买点，哎，那为什么这边打圈圈的地方是买点？如果说这张推背图你看得懂，看得懂，能够明白，你就赚钱了。差别在什么地方？差别在成交量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个量不够嘛，这个量也不够嘛，对不对？等到人气进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量就够了嘛。你连这个都看不懂，啊？送分题在这边，
啊，股票市场里面不要说赚一根涨停板就跑掉了啊，啊赚两根对不对？就发大财了？不会啊，大波段操作啦，不用怕啦。哎，一只持续再一只，每天看节目的，每天看节目的，看得到你吃得到吗？看到吃到才是真功夫啊！15号啊，有人在问这通简讯啊，啊，老师啊，我对他很有兴趣耶，我说你很有兴趣，你可以买啊，是不是？你15号看到简讯啊，他一直涨到18号，他还在涨，啊，15号看到简讯，我简讯都公开给你看嘛，你看到18号，他还在涨嘛，那你还说你赚不到钱？赚钱啊，其实啊不是那么困难的，啊，九阳神功啊，有人一直在问老师，这个最近快要，好像这关紧闭快要关好了哈，未来会怎么样？未来是不是？我直接跟你用话的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未来可能连回档都不会回啊，啊，会不会？这种股票基本面好，技术面佳，大户在里面，啊，6.8亿的股本。啊，这关紧闭关出来之后啊，啊，这个箭头啊，这箭头是哪个方向？你要看清楚啊。每次在问说，老师这个哈、哦、底部会不会涨？啊，有没有涨？有没有涨啦？有无啦？有无啦？看一下啦。啊啊，对不对？大户嘛，大户拉到一半他会停吗？他不会停啊。是不是？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。那最近的话，这个参加会员的人也很多啊、哦。那老师要呼吁一下哈、哦，有时候操作的部分不要太急啊、哦。有时候我们先做个价差也不错啊、哦，因为这个最近大盘哦，这沙缸哦，融资增加的比较大哈、哦，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融资啊做出一个清洗啊、哦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最近参加的投资人啊。哦就多妈得等一下，不要急。老师看准了以后，绝对会出手。啊、哦，老师看准了以后啊，绝对会出手。你不要急啊、哦，把钱准备好就可以了哈、哦。那如果说你今天看节目的哈、哦，任何持股的问题，老师欢迎大家。你现在直接打电话也可以，直接扫描 QR code 也可以，把你的股票告诉我，我等一下我马上回答给你，我马上回电给你哈、哦。一定要做持股见证，一定要把股票状态调整到最好。下一档标股，标股也在里面，啊，标股也在里面哈。下一档标股，得标股得天下。你先把这个 QR code 先扫起来，标股就在里面。第一个发动点，我们会立即通知。持股见证加上标股啊，随时发动。今天的话，好康的都在里面，直接扫描 QR code， 直接拨打电话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速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迟到了，嘿，
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那股票市场里面一个真正的一个多头循环的话，就是像今年一样哈，从这个16000点哦开始嘎空嘎空手哈，把一些老师啊嘎去睡公园了哈。那到了20000点啊，那这个地方稍微震荡整理一下。那近期以来融资比较多，好，那可能要进行所谓的清洗哈。那个股上面的一个表现性，它进入到这个4月、5月。啊，股东会的一个旺季啊，它会更加的一个明显哈。那大盘的一个指数的话，未来还是会站上20000点哈。但是我认为你现在去看大盘加权指数啊，这差一点啊太大哈。我刚刚举了几档股票嘛哈，比如说2388的威盛嘛，大盘没有跌啊，它已经修正成这样子了。2383的台光电啊，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下跌嘛。你们老师每天跟你讲的哈，很厉害啊！你们老师每天都大赚啊，这个有大赚吗？那进股提出来好难看一下 N31 都是讲在这边啊，掉下来以后啊，当哑巴了，啊，当哑巴了，这个嘛赶快啦！哇，有够高，有够高，拢大赚，啊，怎么嘞？你们老师现在变失忆症了。老人痴呆了啊，都不讲了啊，一个节目啊，30分钟啦，嘴巴这样子不讲，因为他股票掉下来了啊，等他涨上去的话再讲啊。我觉得这个都不诚实啦，不可信啦。我在节目里我公开讲嘛，昨天我把奇隆卖掉了，最后一笔单我赚10%，今天我把双红对不对，我卖掉了，我一样赚超过10%嘛。好，这个叫做公开嘛，我不会每天跟你摇手机，摇摇乐啊，猜号码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啦。那个是3岁小孩子在玩的，啊，那个诈欺的嫌疑很重啊。啊，最近有个网红好像在抽奖，对不对？啊，抽到有问题的啊，那个是我们小时候就玩过，那个签啊中的，对不对？好像，啊，好像人家怎么抽都是。抽不中啊，哦，这个很糟糕啊，哦，来，这个资料送给你的，加倍奉还嘛，有没有拿到？啊，做到，你有赚到这个创新高的股票，啊，卖在这边啊，赚的比较少，啊，卖在这边赚的比较少，啊，一个大波段直接上去，才会赚得多啊，喜欢看简讯的哦。你看了简讯能够赚钱啊，那你也很厉害。为什么？3月4号亮灯涨停板，3月5号亮灯涨停板，3月6号又亮灯涨停板，啊，4号、5号、6号，你卡住有遐紧无？没有啦，你不要骗我啦，再看一次啦，好不好？4号亮灯涨停板，5号亮灯涨停板，6号亮灯涨停板。你卡手有遐紧无？你卡把它走未去啦！你不要骗我啦！啊，每天看节目看到哇，好高兴哦、喔！老师股票都很飙啊，这是一般市场上面的认定啊、喔。要买在起涨点才会赚钱啊，阳城底部起涨嘛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！你拉回你注意就可以了啊，飙王之王啊，是不是？爱马仕科技。啊，我今天还没有卖啊，我先讲哦，啊，未来会不会涨你慢慢看，啊，尼德科超重，叫你买你不买，啊，九阳神功，
等到他真的发功了哈，你再去追啦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的话啊，你直接扫描 QR code 就可以了啦。你的股票直接交给我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这边里面会送你三本著作，《开盘八法》《多空阴阳线》《史上最佳攻击书》，我也不知道你要哪一本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后面一个好康，下一档股票要发动，我就直接通知你哈。记得老师跟你讲的，未来的操作得标股就会得天下，啊，你先得到我们这个 QR code， 啊，这个保命的，啊，平安符，先拿到，啊，先扫起来啊，把你的股票交给我，好不好？下一档标股我在 QR code 里面直接告诉你，好不好？今天麻烦大家手动一动啊，来，手机对起来，直接扫描 QR code。好康的都在里面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等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事务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。